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五月。我现在来解释一下这条影片的诞生的原因，是因为那时候刚看完《鬼灭之刃》的剧场版，然后就看到大哥那一段，突然超级有想法，产生了我要去拍大哥的概念，所以就有了今天这个影片。因为这次其实时间上蛮赶的，所以就在摄影棚的过程，我也只是大概的拍一拍，所以。这就是一个很随便的影片，没错。看起来很愉快，秀秀。多了，太多了，不要讲。我在录你的家庭代工。哦，所以你这张是要躺着的，我以为你是要坐着。还有，我们还在想要怎么粘。没有，它原本是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粘。可以啊，为什么看我？你们这是什么内讧现场？灯光下，灯光要。